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宣讲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里面现在正在宣讲以利益多因来抉择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的道理，其中现在讲这个利益多因的这个推理。那么利益多因当中呢，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是远离一切事宜啊，实有的议题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道理呢，已经就前面也进行论述了。那么现在呢，也正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听课的时候也好，讲课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这个课盘呢，就是现在讲到哪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课盘的话呢，涉及到我们这个本论的主体思想，就是这样的话。现在就是到底我们这个正在抉择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话现在呢，就是也一直这样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今不存在的道理，就是正在现受。在这个当中呢，就昨天前面我们讲这个认识自证的本体，讲认识自证本体的时候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广的这个理论来宣说这个唯识宗当中有三种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三种不同的观点呢，就是昨天我们前面也讲了，一个呢就是能说这个当量，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相唯识，还有这个相是各异。他这里一相唯识呢，并不是说是这个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其他不是唯识宗，不是这样的。唯识宗呢，就是抉择名言的时候呢，就是其中呢就是可以分在三种宗派。然后呢，一般来讲在论点当中不是很明显的，但应该来说，按照这个进步宗的观点的话呢，实际上抉择名言的时候。抉择名言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这样这个分。抉择名言的时候呢，有多少个能取，有多少个索取，就是按照这个进步宗的观点也可以这样分。但是这个呢，好像下面的论点当中不一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有些道友呢，昨天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所谓的这个一向唯识的话呢，就是这个才是认为是这个唯识宗，其他可能不是唯识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就这样的话呢，不太合理，因为前面的这个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好像这个其他呢。比如说能说当年呢，就是也没有提唯识宗的宗派，然后这个能说各异呢，就是也没有说什么唯识的，只有中间的那个一向唯识呢，好像是不是这个才是唯识宗的观点呢，也有可能这种想法。总的来讲呢，就是昨天我们彭仁波切是通过他的一种这个推理，就是以这个推理的理证智慧来进行抉择呢，在抉择名言的时候呢，这个能说当年的宗派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不承认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名言的这个抉择问题呢，就是相当困难的。就这个问题呢，昨天前面已经这个阐述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前面这个英明前派的一些观点也不合理的道理讲了。然后呢，包括这个格鲁派的有些高僧大德们的，当然就是格鲁派的，就是真正的一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他有其他的名义，就是应该以其他的这个观点，比如说一向唯识这个宣说的原因呢，就是有其他的名义。但也有一些后学者的话呢，就是他不懂这个名义，就自己认为是这样的，也有这种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这种观点也不太这个合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前一派自宗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能说这个当量啊，就这个观点呢相当合理。这是个相当合理的原因呢，就昨天前面呢，就是以这个广的例证来进行宣说了。我相信这样我们这个导友们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文思的智慧来能推得来的话，那就是我们不接受的应该非常这个清楚的，就应该能推出来。下面呢，就是我们继续宣述这里这个法称论师，也是在这个包括他的一明七论当中呢，把正个师呢就是分为这个同类的是、一类的是等等等。如果按照你们的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这样这个分的话也是多此一举。就这个原因呢，前面已经讲了，如果像这样这个笼统的分析，就平时的名言当中的很多问题呢不方便。比如说我们眼睛就是看到画色的东西的话呢，你不应该承认为是这个画色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实际上是这个花花绿绿的外境呢，就是根本没有看见。如果你承认一个能所各异吧，能所各异的话，那你这个对境是一个呢，就是心是一个呢，那么华色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组成的对境，但这个呢，你不应该这个承认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也不合理的。
还有呢，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一向唯识的观点的话呢，外面这个化识的对境的话呢，外境上是有的，但是到了你的这个能取上是没有的话呢，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外境呢，就是通过能取来判断的，这样的话你能取的相上面呢，就是一点也没有，然后只有这个外境上是有这千差万别的这种心相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呢，应该说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也是应该能可以看得出来，不看书也是很多道友的说我想应该会讲，就是今天应该这个讲考当一会儿想一想。所以在相识灯亮的这个观点上，蝴蝶花花露露的色彩被同时见到才有可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自有相识灯亮也好，能说灯亮也好，就是在这个宗派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在外面这个看见蝴蝶的时候，它有花花露露的这种颜色的话呢，外境上也的确是这个有各种斑斓色彩的这种这个颜色。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记住，只有我们的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蝴蝶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花花露露的小孩子特别喜欢想抓，就是但是一直抓不到，特别痛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颜色是花花绿绿的，这个是谁看见的呢？就是眼睛看见的。眼睛颜色上面有没有花花绿绿的能取呢？应该是这个有的。如果能取上面是没有花花绿绿的，这是一种白色的，就是白茫茫啊，或者是一个黑黢黢的一片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也不会这个这样去抓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外境上呢就是有这样的画色，能取上呢也有这样的就画的这种形象。所以呢，我们昨天不是也讲了吧？就是能取和索取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科分的，就是在这个相识灯亮的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同时这个看见，就是它的这个花色是才有荣有的，就是才有可能。而在用其他两种观点来解释，如果前面的这个能说各异啊，或者是这个一向未识，就是这两个观点的话呢，就是对境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然后你的这个能取呢，就是只有一种颜色，这样的话呢也不合理的，就是刚才那个一向未识的观点呢也不合理的。然后是能说各异的话呢，对境呢就是只有一个，那么能取呢也只有一个，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境不是一个，对境是这个花花绿绿的很多很多颜色组成的，这样的话呢也不合理的。所以其他两派的话呢，就是解释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呢，我们命眼当中也是有时候是我只看见的这个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呢、啊、或者是只有一种颜色，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不能承认这个。光是你说是这个白色的一片的话呢，这也不合理的。为什么呢？白色的一片的话呢，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它也是实际上是并不是一片所谓的一种无分微尘一样，就是不可分割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也是东南西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向也可以分的。然后呢，方向分的时候，每一个微尘的这个东南西北也是不同的，就这样的话，对境上面并不是一个整体，这个可以分的。可以分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能取当中是一点也是不能分的话，那肯定不合理的了。在其他两种观点当中来讲，是在称就是不实现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第一个像是各异吧，就是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如果次第这个见到，就是他们说是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形象的是有白色红色这个斑斓色色的，就是都有，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看见的这种速度特别快，就是本来是次第而见到的，但是当时不发觉，就是他们是这样说的。但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如果次第而见到，那么本论详文当中也是对此相似各异所说的藤条等泥枕又放海，就是下面呢就是宋词当中也是有这个藤条，就是藤条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梵语的话呢，就是它有拉达和大拉的这个意思，大拉是这个一种大拉苏的意思，还有呢就是拉达的话呢，就是是藤条的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说的特别快的话呢，拉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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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话呢，到底是大拉还是拉达，就是根本分不清楚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比如说特别快的话，那白色红色坏色就是这样一下子就是在你的这个眼前过去的话呢，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你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应该这个全部都有错乱了，就是在你的眼睛上也是白色就变成红色，红色就变成黑色，就是很有这个可能就是全部都会错乱。所以这个问题呢，下面就是将这个能说各异的时候呢，就是要破此这种观点。我们这个宋词当中也是有这个腾俗的比喻来进行宣说的，这个下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有妨碍。尽管同时见到，如果是按这个一向为识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来解释，这样的话呢，同时见到，但如果各自心想的能取不存在，则有事与心想二者成为毫不挂钩过失，有这个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呢？昨天讲的这个一向为识，一向为识是外面外境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是到了有境上的是不存在嘛。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各自心想，就是各自心想是从外境的角度来讲的，外境上呢有白色红色蓝色，就是各种这个心想，但是各种心想的能取不存在，
只有索取有各种形象，就是白色、红色、蓝色都有。然后到了这个能取的时候呢，就是只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形象。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事和性相呢，就是二者就毫无挂钩，就是因为事呢只有一个，然后索取的相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各种颜色的相。这样的话呢，你的外境和你的性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联系了，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个外境的话呢，你的这个有境呢根本没有这个执着它，就是有境是只有一个，外境是有很多很多。那么就是他们之间就是没有任何挂钩，有这种过失，就是所以这个也面当中是不合理的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可见，一向为师的观点也就更不恰当，而且最终显现的对境难思，一则也是具有种扁等分类。比如说我刚才画色的这个蝴蝶的身上的这个光中间取一个蓝色的部分，其实这个蓝色的部分的话呢，它也是这个可以分中间和扁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部位，就是可以这样分类。原原本本去它的有境性质，不可能毫无差别，就是那么原原本本的见到这个刚才蓝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上上下下呢，就是应该有境的这个能取呢，也应该能见到。如果你没有见到的话，这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无分智识取有分智相，怎么能适合从等正量呢？就是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无分知识吧，就是这个色上面的话呢，就什么分类都是没有的，只有一片。然后呢就索取方面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能取能不能充当正量呢？肯定不是正量的。外境有各种颜色的话，在岩石上的时候只能一个的话呢，那这个肯定不合理的。你看这个画色的一个东西放在这里，我镜子里面这样照的时候呢，镜子里面只有一个颜色，就是然后外境上呢就是有八种这个颜色的话呢，那这个镜子里面只显现一个，只显现一个的话呢，那我就说这个镜子肯定坏了，就是把它扔出去，就是肯定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外境是有多少的话呢，我们尤其没有能见到的话呢，那我这个岩石呢能不能充当正量呢？就是这个外境衡量的正量是根本不能充当，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个非常清楚。而程序相是定量的这一观点在名言当中是堪为去所量的正量，就是刚才某分人不切的这个相是定量啊，相是定量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外境上是有多少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能取的有境也是取多少的，所以说在名言当中的话呢，这个是非常这个堪为正量的，就是非常好的。如同所有的程序品质为中度自行者，不论无分之品质的理由，完全是一时面前现前有分而按理的，就是这个是就像我们这个金不纵啊，金不纵的话呢，就是如同他们承认这个品质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微尘组成的。那么很多很多微尘组成，他们呢就是福鼎无分的这个品质不是无分的东西，就是品质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尘组成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理由都是我们这个完全是在我们的这个眼识面前现前，就是才能按理为有分的。就是我说是为什么是这个品质是有分的东西，不是无分的东西呢？因为我亲眼看见，你看这个品质呢可以分呢、啊，有多少多少个这个微尘组成的，它可以分的东西不是无分的。那么这一点也是只有凭我的这种这个眼识呢，这个眼识面前现前，就是以这个正量来就是可以觉知的。让很多人照那个镜子，脸上有各种这个指指点点呢、啊，就是这些是什么样呢？就是用镜子呢，就是作为充当它的正量。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外境有多少个颜色的话呢，只有我的眼识呢应该了解。所以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呢，那金不纵所承认的微尘组成的品质呢？也在不合理了，就有这个故事。在此相是等量的观点中，也是同样索取能取同类的两个事不会在同一个事件这个产生的，就是能取索取的两个事呢，就是不会在同一个事件当中这个产生，因为这两者只是在家里名言当中是分的，而实际上呢就是无有一体，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比如说我们刚才呢就是能取分索取分，就是从能取索取的从外境和心识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好像这个心识已经分了两种，就是刚才那个索取分的话呢，就是从外境的这个各种花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能取分的话呢，就是从我的这个颜色的角度来讲的。当然我们这个色法为标准这样这个讲的，实际上呢我们包括这个意识在内的六识呢，就是都有可以能取和索取的部分。那么我们不要认为是所谓的这个能取和索取呢两个是同时这个产生，如果两个是同时产生的话呢，那么终是有两个这个相续的，有这个过失。但是我们衡量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外境的角度和有境的角度这样来衡量的，实际上呢只有一个事的这个本体，就是它的本体上就是可以是一体的，然后凡体上呢可以分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平时也应该大家搞清楚。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色，就是所有的这个五根事吧，当五根事同一个事件当中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实体上呢就是是一个事啊，就是一个事的本体，就是这个没有任何
任何这个差别的，就是一个是的本体。然后它的从繁体上，也就是说是它这个去外境的作用上的话，那就是有不同的五种事是可以产生的。就像我们这个眼睛来看见那个白色的布的时候，那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去这白色的布呢就是同一个类别的这种事，但是里面的话呢不同类别的就是它的这个东方的西方的很多微星制作的颜色呢就是比较多的，但这个呢不同类别的，不同类别呢不能代表相续。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应该清楚，不然的话呢有时候的话呢好像众生呢就是不能有两颗心，就是如果有两种这个事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众生都变成了两种相续。有时候看的话呢好像我们这个眼识的本体呢也不是二识，然后二识的本体呢就是不是必识，就是如果是的话呢你看那个二识呢就是能不能那个听声音可以听，但是二识能不能这个见那个色法呢就是不能，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本体上不同呢，就是并不是本体上不同的，从那个识的本体上来讲呢是一体的。然后他们之间内部的话呢就是有不同点，就是这里面有个细微的这个点，比如说我刚才见到整个蝴蝶的这个识呢就是从蝴蝶的识的总体来讲呢眼识的话呢就是一个的，但是里面呢就是执着白色的眼识和执着蓝色的眼识呢互相不是这个一体的，但互相不是一体也实际上是不可能变成两种相续的众生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有时候辩论的时候呢就是那是不是众生就不能有两个识，就是我们这个说是不能有两个识，如果不能有两个识的话呢那么眼识必识就是不是两种识，就是我们说是用识的角度来一体的话呢那就是他们那个是一体还是他体，就是如果你说是他体的话呢就是那就众生都应该就是有两种相续的，就是如果是这个一体的话呢那这个眼识就变成了必识啊，必识就变成了二识啊等等，就这样来这个一面上可以这样这个推，但实际上呢我们懂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是不同类别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可以，就是然后同类别的话呢就是是这个一个类别，就是一个类别来讲，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在眼识当中也是分很多很多不同类别的，然后这个无根识呢就总的来讲是在一个阿赖耶识或者是一个识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就是它是不是这个他体的，就是应该从这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个还是相当重要的。它真理也是能取索取呢实际上是表面上看的好像两种事一样，但实际上呢能取是和索取是并不是这个分开的，就是它是面当中是这样加你的，实际上是一体的，就是没有一体。以上的这些道理虽然在其余的论点当中曾未见过，就是摩诃仁波切师父以上所讲的这个，尤其是像是灯亮派的就是这个观点呢、啊、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别的一些论点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见过。但即使我孤身一人也是无有畏惧的说密言当中绝对要承认这一道理，就是虽然没有人帮助我，就是在这个藏传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不管是这个萨迦派跟路派很多的这种这个论师们的话呢，比如说那个萨迦派的话呢一般密言读书是这个安妮的时候呢就是假相唯识为主的，然后给路派的话呢就是虽然承认是这个真相唯识为主的，但是真相唯识为主当中的话呢昨天前面这个破的一样，就是他根本不承认是这个能说当量派，就是这个呢就是根本不承认的。然后摩诃仁波切说是他这里呢就是觉得问题的时候呢，一般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任何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这方面的是没有这样分析，实际上呢就是应该这样分析，在这个明眼当中的话呢就绝对要承认，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相是当量派或者是能说当量派，就是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承认，并且具德发称论是究竟立场也是站在这一方的，只不过是他的生量论的这个松次当中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就是这是破了这个能说当量，但是破的话呢当然是我们破这个唯识宗的这种这个实有的自证一样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称论式的究竟名义呢就是应该是按照摩诃仁波切说的我说的解释的部分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发称论式的，因为我们要明眼抉择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这个发称论式的这种明眼量来这个建立，必须要由他的认可由他的这个占取，就是才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立得住，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发称论式的观点也是这样的，事实尽管如此，但到底游说恰如气氛如你入世的明确了这一点，诸位具有智者只要拜读一下引藏论点便可一目了然，就是看看就是真正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恰如其分的能宣说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诸智者们看一下就是印度和藏地就是所有的这些论点含底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可能通过辩论的方式啊，这样的是几乎都的确也是并不是说寒酸佛教的不好，但是你来对整个这个文史呢就是不太这个重视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就是转圣山啊或者是什么那个降一点这个神童啊，就是或者是降一点七面名典啊，大家都就是升起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欢喜心，然后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史修行的话呢就像是好像那个下雨的时候呢，那不能这样说，不能低
所以呢，很多那个就是好像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兴趣，就即使有一点这个兴趣的话，那就是也是两三天的一种这个事。原因呢，就是一方面是历史也有这个原因的，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可能习惯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就是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不像藏传佛教那样就是活跃吧？就很多人呢就是也不懂，但不懂也是好像这个无所谓的，就是不懂就不懂，这样有一点这个神通啊，就是这样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念观音心主的功德就可以呢，就是一般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也是特别喜欢学一些这个老太太的这种规矩呢，就是原因就是在这个很多论点当中是没有这样如理劝说，就是的确也是有时候是有这种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在藏传佛教和印度这个佛教的话呢，按理来讲是尤其是中观和移民就是这两个论点的话呢，还是这个极其兴盛的，就应该说是是这个非常发达的。但是在这当中的话呢，按照某方人不去所觉在南洋就是有没有呢，希望你们智者们就是拜读一下，看看那个萨迦派的、格鲁派的，还有这个印藏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所有的这些论点，翻过来就是看一看，看看就是真正就是朗诵当年的这样的这个抉择，我们要看见这个化师的部呢，就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分析这样的这个抉择方式有没有呢？就是你们这个看一看也会一目了然的，就是不用这个某方人不去，我在这里这个费很多笔墨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你们就是看一看，的确是也是就是无论是我们怎么样就是翻开现在这个论著里面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些论点翻的话呢，当然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辩论啊就是阐述的特别广，但是真正就是这样的我们制作外经的时候是到底是外经有多少，楞区有多少，索区有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呢，像某方人不去那样解释的的确是没有的，这一点呢应该有智慧的人会看得相当清楚的。但这些这个关键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不要这个认为，当然所有的这些问题如果不重要的话呢，我看我们这个学佛和我们这个判断一些论点呢，就这些呢就没有一个这个重要的，就是学一命也这样的，居士论也是，大圆满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对任何一个问题呢也应该是非常重视的态度，就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个没有的话呢，有时候的话呢闻思的这个态度就是转变过来，还是这个相当重要的。摩诃仁波切呢的确是这几天当中是这个能说当量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这个讲了，我也是费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给大家讲了，但我讲的的确不好的，不知道前面呢真正把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就是抓了没有，就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如果你们抓的话，那就是那就我觉得是就我们在这里闻思也是是这的，如果觉得啥这是理论上的事情，就是然后我好像这个懂也可以不懂也可以，反正摩诃仁波切这浪说当年也可以，这个什么能说各异可以了，就什么都可以吧，无所谓吧，以这种态度的话呢，你学也不可能这个学的好啊，就是任何一个学问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个兴趣在前，就是兴趣没有的话，那就是那就这个学问呢，就是怎么样也是是不可能就融入自己的心。所以大家呢，应该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态度，就特别要这个，你一次看完了以后就是没有动的话，那二次就是让你现在辅导啊，就是看完了以后再次不动的话，那就是让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记在心里，然后呢，就是今年不行，明年看，明年不行，后年，就是很多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阅读啊，这样看的话呢，就是应该会动的。这样一下子的话呢，我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边那个，当然别的就不是特别的清楚，下面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的这个中观也好，问死的气氛也可以，然后呢，就好像觉得是大家都会动一样，就是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都变成这种奄奄一息，就是那好像那个就我在这里宣讲也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兴趣，希望你们呢还是应该这个花一定的时间在学这个学问的时候呢应该要苦心，就是并不是你这个一点也不看啊，这样的话这些深深的智慧呢可能轻而易举的到了你的这个心间，这也是有点这个困难的，应该这个下功夫。就是以前的这个智者们是这么样的，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也是在以前那个在持续求学的时候呢也是专门这个学习这些论点，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在这里去学的时候这些论点的重要性呢应该这个学习，就是这是我们应该最重要的事情。下面就是说这个摩诃仁波切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指这门呢就是拜读一下这个看这个，但是现在这个汉文书呢的确也是这个，我现在藏文书都是有几个宗喀巴大师啊、仁达瓦达还有那个夏娃秋桑达，然后还有几个讲义也得到了自识啊、难识啊，就是但有时候没有时间看，有时候呢的确也是看到这些翻了很多资料以后的话呢，就有时候对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种不共智慧呢就是也升起这个信心，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是一直讲，就是我们这个传承弟子们的相续当中是有一份智慧以上呢就是全部是摩诃仁波切的价值，的确也是就是我们这一方面呢就是与自己的传承层面上是有不共的这个因缘，大家一边就是好好的这个祈祷。以前我刚开始大概是89年的时候，当时法王如意宝去那个北京吧，就是后来
在学院里面，我当时讲中观庄严论是，当时好多地方的话，那就是不懂，就是然后问的地方呢，当然有一些好多这个看不，但是当时自己可能有一点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点傲慢，还是就是有时候不太想问，就是然后这个问的话呢，就是好像觉得是失去了自己的这个身份一样。现在看呢，特别这个愚痴，但有时候的话，实在不行的时候，参考其他书也是，当时没有找到很多书籍，然后一直这个祈祷，一直祈祷，祈祷很长时间以后呢，就是再看又祈祷又再看，当时觉得是中观庄严论是特别难懂。但现在看来的也不是特别的这个难懂，但是部分的人呢，我跟他们就是串呢，就是串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遇到中国传里面的就很多地方的话呢，只有这个祈祷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这样也是很好，但这也是一种这个方法，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的话呢，互相这个金刚道友之间呢，应该这个探讨，就是就花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可能才懂，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些道友觉得是这个看一遍就好像不懂就算了，就是就认在那，有几个道友我发现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看一两遍，就是现在的话呢，几乎都是好像那个听个传承而已，有这种情况。这样不好，就是学任何一个学问呢，应该把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好好的就去这个学习。下面就是讲这个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探索的，但暂且简略说明到此。就是虽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比如说合理性呢，就是他这个南苏当年的这个合理性呢，如果在民眼当中这样这个宣说的话，那就是别的一些道理就是不合理的，就是没分什么去。当时呢，就是像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值得研究和值得在这里参述和观索的地方，但暂时。那没有这个在这里逛索，然后下面呢讲你真实的这个松弛的这个意义。如果有人认为要体现出无相由不纵的这个观点毫无关联，那么首先必须要建立自证的合理性。因为这个由不纵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他就直接见到这个外境也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还有这个所谓的四种限量当中的这个自证限量也是不承认的。就是由不的话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三世呢，就未来过去现在三个世间的话呢，就是尘世啊、得损实有啊、虚空实有啊等等，就是很多不太合理的有些观点。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要体现出就是他的观点呢，就是无有观念，就是有一定的过失，就是首先要这样。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要建立这个自证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索取现象的蒙语性相就是实，能取也是同样是实。我们要建立自证的时候呢，索取的现象的实际上也是实，然后这个能取呢就是也是实。如果能取索取这两者是一本体，那么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显然是矛盾的，因此自证是不合理，就是他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由不纵，但是由不纵呢，就是要给他这个说成过失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必须要建立这个自证的合理性，就是那么建立这个自证合理性的时候，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呢？所谓的这个自证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自证的话呢，索取也是实，能取也是实，然后用实来就是取这个实，这两个是一本体的。这样的话呢，自己对自己这个起作用，就是我们很多佛经当中呢说的是自己对自己起作用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是现在是矛盾的，就是所以自证不合理，对方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这个观点呢不合理，就是下面呢就是驳斥他的观点，尽管如实说。两形形色色之现象，能取指由仅各自存在的现象这一角度，就是刚才这个外境呢有各种各样的现象，然后能取它的这个各自的这种事呢，就是存在，就是在现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按你这个能取与索取，可以有能取和索取，就这样从现象的角度来可以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能取索取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千余的事以外，就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任何事只有前足呢彻和强鼻，当无有明觉的无侵法自行，具有明觉法相的事得以产生，就是把这个无侵法什么强鼻啊彻啊就这些全部迁除，然后自己明觉的这种本体是可以产生。凡是非无侵的自行，非无侵的自行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有侵法，就是信实的这个自信，这就是成为是所谓的自身知识，或者是叫做是自明自证啊，就是自证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其他的论点当中呢，一直保持实有的这种自证。那么这里呢，就是建立一个自证。那么这个自证呢，并不是是我们这个能取和索取呢，就是分开。然后这个索取不是自证，能取呢就是是自证。那么索取的话呢，就是他执着的对境，能取呢用自证来就是执着他，就是没有这样，就是没有必要。但以前的其他的有些论点里面呢，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自证呢，就
是自己了知的还是他了知的，如果这样分析的话，那已经成了这个僧与弟的分析啊，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但实际上门风仁波切在其他论论当中也说了，那么这个是到底是自己知道的还是他知道的，这一点分析的话呢，也不会变成这个僧与的观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饭是我吃的还是你吃的，就是这样说的话呢，这个也已经变成了这个僧与观察。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僧与观察的话呢，你这个自僧啊他僧啊，就是这些呢，在真正的城市当中以你观察的时候是有没有这样的成立，然后这样的这个细微观察呢，就是才叫做是僧与你的观察，并不是是这个问题是我说的还是你说的，这个酱烤呢你烤的还是我烤的，然后呢这个报呢就是是你的报还是我的报，就是这样分析的时候，哦，这样不能观察，不然这个一观察的话呢就得不到的，就是你的报也得不到，我的报也不可能的。那下面是这样的一个自证的合理性吧，就说明必为自证之合理性，就刚才证明自证呢就称为这个自证的合理性。一物分子行三心非理故，彼之自证之非为能所舍，故此为事性自证方合理。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自证呢就是是一体的，他没有呢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自性，无分自性是他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自性，就是无侵法的这种自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这种自性呢实际上是这个三心是不合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从智的角度自证吧，自证里面的证呢就是智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是所者能者然后呢就是智者，这三种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三种心呢，比如说用这个道字来看入的话，那就是那么这里呢就是能看所看看者，这三种都是有的。但是自证了知的时候呢，就是它是自明自知，就叫做是这个自证，并不是有这个能者所知，然后呢就是智者，就是这三种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意思，就是三心非理。彼之自证智非为能所知，那么他的所谓的自证了知呢，并不是是这个能取所取的这种了知，所以呢这种事的本性呢，就是所谓的自证是非常合理的。所谓的自证必须牵出其他由实法而成的一体，就是所谓的自证的话呢，自己的心识的这个自明自证呢，就是应该是建立，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牵出其他的这个由实法，并且是一个除了自身以外的无其他分自性。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所谓的自证呢，就是他牵出这个其他的由实法的这个一体，而且他是一个除了这个自身以外的无其他分的自性，就是没有这个其他分的，自己的这个部分当然是有的，然后除了自己的部分以外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自性呢，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就是无分自性，就是无有这个其他的自性。由于自证具有直接能生的作者这一观待应的所证的对境，就是他那个所证的这个对境，就是也就是做自证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了知这个色法的话呢，就是色法是对境，就是那么他意思是这个所谓的自证的所证的这个对境也是不存在的。然后由彼所生的真知对境者吧，就是真知对境者，就是他是那个所产生的，就是刚才那个外境当中所产生的这个真知对境者也是不存在的。以及这个所生的过，意思就是自证本体，也就是说所作能作作也三者自性是不合理的。它这里的一个是所证的对境，然后从这个所证当中所产生的这个能对境了知者也不存在的，然后真知他自己的这个本体也是不存在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中间那个呢就是智者，就是了知者，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所知，就是所知的这个对境，然后呢就第三个呢就是能证吧，它也就是说自证的本体，那么第二个应该就是能了知者吧，就是了知者菩提伽罗，就是然后呢就是自证，就是他这里比如说我用那个浮屠来看木材的时候呢，我叫做是那个看者，然后这个浮子呢就是叫这个能看，然后所看的话呢就是木材，如果是其他的动词的话呢就是有这些，但是所谓的自证呢就是不存在这些。实故所说的事的本体自证自己并非成人事，应该是说自证的本体呢也只不过是自己明确而已，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并不是成人像浮屠看木材一样真正产生有别于自己的自识，或者呢就是有这个事所证智的对境，以及呢就是能证的这一对境的事物，就这三种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就是我们并不是成人，就是像如果浮屠看菜的话呢，就这三种事，这个能所三种事是应该是有的，但是自证了知的时候呢，就这三种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故而这一事的自性，这样一来自证的名言呢就是方可非常符合道理。直接而言，如果承认所谓的自证是有境对境所生
能生的自性则不合理。如果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自证的话呢，就是经和有经也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个能生所生的话呢，就是更不合理。其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他产生有识法的本性，那么是产生为生者还是产生一生者？就是如果你说是这个自证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参生，就是应该有能生所生啊，或者是能去所去的方式呢，有这个参生的话呢，那这个自证呢，就是到底是已经生完了的生呢，还是没有这个参生的生？假设说是为生者生呢，这是不合理的啊，就没有这个参生的参生呢不合理的，因为在参生之前自证时还不存在，因而呢就是不能具备这个参生的能力，就是这个是第一个这种方案呢不可能有的。如果是一生者参生，就是这个也不可能合理的，则已经产生智慧具备能力的时候呢，与之同体的所生的也已经这个形成了，就是因为一生者的话呢，已经这个生完了，已经生完了的话呢，当他具足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再产生也是没有任何必要，就是一生再要产生的话呢，就是那就多余的这个事情了，以自己对自己。其作用显然也是相违的，就像是这个宝剑呢，就像佛经里面讲的，这宝剑呢不能这个看个本身这个一样，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由于瓶子当对境是无尽法，因而他们不可能有这个明觉，当然无尽法不可能有他的这个明觉，他们本体也必须要观待自身以外的一个明智的能证之来试。比如说这个瓶子它是有为法的话呢，用什么来知道呢？应该用我的这个信识来这个知道，用其他的东西来了知它的。而这个事是本体不像无尽法那样，自本体无需要灌带其他所证的这个外缘，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证事啊，瓶子的话呢用其他东西来了知它，但是这个自证的话呢就是不用这个其他，这也是实际上是门分人不切呢，的确也是给卢帕和很多高僧大德们在明眼当中也不承认这个自证呢是个大的这个问题来，就是但门分人不切在这里呢就是也相方设法就是建立这个明眼当中是应该自证是要成立的，所谓的自证呢并不是真正有这个能取所取啊，就是所证的东西是这个，然后是能证的是这个，就是不是这样的分的，只是把这个心的意念，就是它是自明自知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在明眼当中必须要成立的。这是并不是经过很多的这个观察，这个的每一个人呢，就是只要稍微咋分析的话呢，就完全能这个通达，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如果是外境的话呢，就是那么用其他法来应该牢制的。但这个自证呢，就是不需要观待其他的所证的外缘。为此，这个案例说，这个自证呢，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一种明眼了。自证已经产生意和跟具有明觉的自证，什么时候这个你的相续当中这个自证产生的话呢，那有这个明觉性已经出现了，就是因而他虽然是觉者他法，但他自己本身呢就是无有其他来这个了知的，刚才那个瓶子的话呢其他的事来了知，可是这个自证呢就是不用这个其他的东西来了知他，如此也并非不觉知自己呢，如果其他没有那个了知的话，那会不会自己都不是自证呢？并不会导致这种过失，就是不会变成这样的。就像是人们通常呢也所说的这个船夫呢，就是自己也是将自己渡过了江河，或者是这个灯呢，他自身也是照明这个自己的这种本体，就是也这样的这个说法，人们这个拼车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详细这个观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自己渡的话，那么这个会不会变成这个生意观察？就是不用这么说，那个船里面坐的这些船客的话呢，你们自己渡的还是别人渡的呢？他们认为是这是船夫把我们渡过去的，就是然后船夫的话呢，我自己渡自己就这样就的。那么我们自证的话呢，就是没有依靠生意娘的观察，实际上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这种性，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自证。意思是说清黑的这种安室当中有瓶子的话呢，依靠这个灯来就是照亮的，但灯本身即可以照明自己，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照亮的。由此可见所谓的自明只是明眼的一种假例，并不是想灯自己作为自己呢就是做对境而命的，就是这个呢我们命眼当中也是啊，这个命呢是不是这个灯呢，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照亮了，这样的话呢没有这种说法，因为灯的本体呢就是根本不会有黑暗的遮障，如果有黑暗的遮障的话呢就是它可以照亮，但是灯本身呢是自明的，灯本身自明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个自己对自己这个起作用啊，自己对自己这个照亮啊，就是没有这样，就是自己作为是这个所亮，然后自己作为是能量，然后能和所呢就是在一
个凳上面就是可不可以两种分开，就是根本不用分了。所以我们这个自己的心自己知道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心也是证明自知的。那么自知是就是这个，所知就是这个，这两个就是分开出来，分不出来的话呢根本不行呢，没有这样必要。就是所以我们觉得有些比喻的话呢，就是真的不像我们这个有些人去比喻一样，就还是那个非常棒的，非常厉害的。这个灯啊，不是自己作为是这个自己的对境而命的，就因此对此升起明觉干所的本体，就名为自证。它这个是自证的真正的这个定义呢，就是这样的。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参生呢什么样呢，就是一种明觉的体会，就是明觉的一种干所。不管是言是二是必是，从这个内证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全部有一种明觉的这种凝属吧，就是不是这个无情法。无情法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样的明觉的凝属。这样有一个明觉的凝属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自证。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分它能证是什么，所证是什么，那么这个到底怎么样知道啊，就是这些方面的话没有必要分。如果要分的话呢，你看这个灯上面呢分就是能明是什么，说明是什么，你灯对自己的本体上面这样分一下，但是不可能分吧。灯呢就是本来的是这个照明的，照明的话呢它从来没有黑暗的这张的话呢，你怎么样这个有能明说明呢，就是没有必要。所以在明眼当中未经观察的情况下是应该承认这样的一种这个明情之识，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自证。如果这一点是不合理的话呢，那无论是中观迎尘派还是这个中观自续派，无论是谁的观点的话呢，恐怕在明眼当中还是相当困难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提出两个问题，说一个人呢就是升起的那个眼识鼻识等许多种类的识，为什么不成为两种相续的众生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怎样认识自证的本体，安理它的合理性是什么吧。Sonam Dei Tamsa Vibhaya Tamna Nide Jama V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sunen Jola Jola Sya Maham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a Maham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 DaAmma Bandarangara Banma Asadar Da